闪过神的希望。我想某个晚上，某个晚上。我们刚刚去看了这个有没有圈的 ugly because they don't have flamingo。然后这边有特别特别多泳池，我们走过来泳池上还有就是烧烤棒儿什么的。看到看到，对，我们现在要走到海边啦。对，这你看已经地上都是沙。对，小小背了个超大的单反来拍照。相机。专业的。是的。这里特别好看，特别那种。雨林的感觉，大家都是穿的是那个什么，穿的泳衣，就我一个人背着相机穿的裙子，这一看就专业摄影师来海边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酷，贼酷。然后海边到了，这是我们宾馆的海，就它这个海岸线蛮长，但是是开公共的海岸，所以就谁都可以走。这边是我们宾馆的浴场。27度，你的内裤不够酷美，当要说点什么，最终会被大风捂住。我看海水把你带向出不太平的浪，我看你忽而站在海水上，无声的希望。我想某个晚上，某个晚上，你去冲浪，我守住海洋，快用我的心。正餐，然后今天有 dress code， 所以我们要穿特别正式。是的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吃的餐厅叫做 Mamma Mia， 是一家 Italian 啊，是的 ，Italian 餐厅，意大利餐厅。对，然后现在在这里等位置，等一下会有人带我们进去。希望今天晚上因为过年会好吃一点吧。然后。看这里面是好几个餐厅，这儿有分餐厅，强行入境，强行入境。对，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会儿要进的餐厅。今天晚上8:30呢，然后就会有新年跨年的活动，到时候就可以玩 party， it's party time， yeah。跨年之夜，现在还在2017年，然后国内已经2018年了。Drink and have fun. Yeah, it's almost party time. 终于卡死。
暗河漂流。然后李一泉同学刚刚学会了漂，我超级害怕。把背景躺平，我跟你说，你越躺平，重心越平，然后。河，然后我们穿着泳衣啊什么的在飘，站那儿别动，不，然后你站着，你知道会飘了吧？知道这种飘的感觉了吧？知道这就叫飘的感觉 ，OK？ OK， 你啥？说一下你的感受。我现在没有感受，我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躺着浮力超大，你就这样背靠着躺着。你看小羚羊，我知道你看不到。我害怕。Real love is 2019的六月，克罗瓦提亚的海边，四个光上半身的男孩，玩耍时的眼神和三十个美好晴天。 Best 30 summer Polaroids. You're my summer day. 你是最美的三十张拍里的相片。我们今天是第五天，对吧？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走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Fifth Avenue， 然后都是一条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街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现在我们拍了一路照片，这里面有特别多纪念商店，然后从我们酒店到这里也挺方便的，有 shuttle bus， 然后我们俩穿的姐妹装，对，特级配，超级配，不约而同。特别吸睛，特别吸睛。我俩今天还戴了很配的眼镜。是的，等会儿给你们瘦一下眼镜，哎，现在瘦吧。OK。眼镜，哎，这个。Give me a second。啊。啊，他专门买的眼镜这样。我还又编了第三条小辫儿哦。对。是彩绳的在。Love is 25岁的七月。有时飞回台北，那天下午的阳光正甜，我对着华山草原上等你，唱 Every day is Sunday。